小严，李叔叔走了，咱们晚上还有吃的吗？你们该不会是想让我做吧？你不会做饭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独居这么多年，这点东西怎么可能难到我呢？那就麻烦你了，江大厨。拜托了，小爷。您太久没打手术了。瑞瑞，你看你的鸡蛋羹来了。噔噔噔噔，这东西是人吃的吗？做人不能只看外表，你得。瑞瑞，你来尝尝小姨做的鸡蛋羹。给。瑞瑞，要不想吃可以不吃啊。干爸，瑞瑞肚子疼。我。